关爱众生，永不停息。生命电视，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。学长老简介，能学长老号元慈，嘉义县东石乡人，16岁时出家，民国44年受比丘戒，民国45年入福岩精舍亲近应顺导师6年，民国53年任南普陀佛学院以及慈明佛学院主任兼教授，毕业于香港能仁大学文史系、珠海大学文史研究所。人称现代化僧的能学长老，为人慈悲，佛学素养深厚，40多年来一直在艰困的环境下默默从事翻印白话佛经的书圣工作，近年来办理佛学自修班，并且成立育幼院收养孤苦无依的儿童沙弥，现任高雄县阿莲乡新超峰寺住持以及白话佛经杂志社发行人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！我是高雄市阿莲区新昌寺主持莲学。我平时拢将佛经甲翻译白话，较袂用，而且经费也有限，所以所讲无遮济。各位若是有啥问题，会使敲电话来问我。咱今日继续来讲这《楞严经》第29集。这经文来讲，阿难言：为人世尊啊，既无我眼，不生我见，以我眼见，为如来以观，拳头的拳啊，为如来的拳啊，哈。属于相类了。这段文的意思就是讲，阿难尊者就安尼讲啦，讲是的，世上最尊的佛陀啊，既然也无我的目睭，啊，自然我就袂当成功的看见。用我有眼睛，才会当看到物件，来比例如来有手，才有这个拳头，拳啊哈，大做伙拳。这事情义理哈，都吃相类似了。经文阁安尼讲，佛告阿难啊，你言类相类啊，是义不然，何以故？如来手，如无手印啊。君必敬勉，彼无眼者，非见专无啊。何以故？所以者何啊？你弃于道，顺闻妄人，你何所见？彼诸妄人，
必来答言。我今眼见啊，未见黑暗，更无他足。伊是异国，坚定自暗，见好亏损。这段文的意思讲，佛陀甲阿难尊者讲，你讲有手，都有拳头，有目睭，都有看见，两种相类似啊，这义理不对。你讲安唔对啦，啊？为什么呢？像一个人无手的人，拳头到尾一定是无消灭，就是无拳头，无手自然就无拳头啊。但是遐个无目睭的人，会盲人啊。并不是能见的功能都完全失掉去，为什么呢？你试着行路，行到半路，甲问遐目睭青盲的人，甲问讲。啊！你有看到什么无？你爱盲人啊，青盲的人，必定甲你回答讲：我即马目睭前吼，啊，看到规个拢乌暗，无阁看到其他的物件。有这个意义呢，来观看吼、哦，眼前所看的定境，自己黑暗，啊，能看的功能有甚物亏失、减损呢？是。定境黑暗，能看的功能并无失掉了哈。经文阁安讲，阿难言：诸佛眼前啊，虽多黑暗。唯多黑暗啊，唔是水啊，就是讲只看到黑暗，云何相见啊？佛告阿难：诸妄无眼，唯观黑暗。以有眼人处于暗色，而黑有别。为无有别了，如是世尊，此暗中人以彼君王而恶较量，情无有异。这段文就是讲阿难尊者，安尼讲，讲遐盲眼的人，伊看到眼前只看到黑暗，安尼要哪会当讲伊是有看到呢？佛陀就甲阿难尊者讲。
讲遐个青盲盲人，无目睭啦哈，伊敢看到黑暗，安尼即含迄个有目睭个人，甲关伫迄个暗色中所看见个黑暗，即两种黑暗。是相共有差别啊，无差别呢？啊，咱尊者都安尼讲，讲是啊，世上最尊的佛陀啊，即、這个伫暗色中。诶，人所看见的黑暗，含迄个蒙眼、目睭看袂到的人所看的黑暗，两种黑暗，加相比较衡量，是无啥物差别不同，相共就对了。两款黑暗其实是相共，青盲。所看到的黑暗，含迄个目睭光的人，伫暗色中所看的黑暗是相共啊！啊，经文阁安讲，阿难，若无眼人，尊见前恶佛顶，眼光。凡以坚定见种种色名眼见，或者眼见者，比暗中人专见种种色，比暗中人专见见恶啦，佛学定功，欲以坚定见种种色，应令定见。若言见者，定令有见，自不明定。由这定道，何关你事啊？是故当知，定令显色，如是见者，时间非定啊，眼令显色，如是见性，是心非眼。这段文就是讲佛陀安尼讲啦，阿难啊，如果无目睭的盲人看见前面全是黑暗，啊，忽然呢，那目睭吼恢复光明起来。还是会当阁看到前面遐定境，看到各种形形色色，这就名叫做眼睛看见了。安尼，迄个在暗色中的人。看见前面拢全部是黑暗，忽然吼，得到迄定慧光明，在
在迄眼前呢，顶景顶景看啊，看到各种形形色色。这个应该名叫做灯火的看见。如果是灯火的看见，灯火会当看见的功能，自然就袂当叫做灯火啦，啊。又如果是灯火看见的，啊，这个代志吼，和你有啥物关系呢？因为是灯见不是你见的，你的目睭看见，因此应当知影啦，哈。灯火是会当帮助显现形色事物，即个当看见。是你的目睭，毋是灯火。而事实上，眼睛也毋是会当。眼睛伊是会当帮助显现形色啊。真正即个能看见的性能呢？是咱的心性，毋是眼睛。即点着爱讲到迄韦锡总讲的吼。每一款眼里必写心意，每一迄绿色呢是安怎会当看见呢？是爱具备几款因缘呢？迄目睭会当看到形形色色呢，爱具备八九款的因缘呐。所以讲眼色救人生啊。第一，目睭会当看见，第一个条件就是有光明。像讲拄啊伫暗色内就看袂到。第二，就是爱有空间呐。听讲，你摕一个物件，甲暗伫目睭，伊就看袂到，迄无空间啊，啊离一块才看得到。第三，就是爱有眼睛，爱有睛呐。像拄啊讲，目睭青盲，眼睛损坏，安尼，这条件就。咁即条件就看袂到啊！第四呢，就是爱有境界啦，有头前个定境啊，哦，牛啦、人啦、山啦、水啦，哎，那像虚空也无啥物件，哎呀，嘛无所以看到啥。第五，作意就是。精心预言呐，就是讲，你虽然后目睭，后前景真影，但是你若要注意吼，就原来无注意，就是讲无注意要甲看吼，你也都看袂到啦。就像人一般讲，视而不见啊，注意就是，第六就是根本意，就是不管头前眼里比啥心意，拢爱依靠迄个特别而来的色根本色。第七念情意，就是我拢爱依靠迄个摩第七色摩那色。摩那或者念情，就是讲伊若执五执动，就是变念有。哎，若无五执，就是清净。第八，就是分别意，就是第六意识啊。啊，第六意识，你才会当分别了彼。第九，种子意，种子就是第八而来的色中呢，
过去就拢有迄个种子，这个目睭要去当看到物件，爱具备这九款条件因缘。啊，那耳孔呢？耳孔要当听到声音，具备八款因缘就会使。伊毋免光明啦，但是爱空间啊，爱耳孔才听得到。听讲暗蒙蒙，你甲讲话，耳孔是共听得到，啊，所以毋免光明。啊，那迄个过来，迄个鼻孔啦，鼻息、鼻物件，只食着甜啊咸的，身体摸着烧冷的，会触。必须新三项呢，是七年就会使啊。七年就是讲唔免光明，也唔免空间。啊，望望伊相共，指甲怎甜啊咸的，鼻孔鼻啊怎芳爱白臭的，啊，身体毛啊怎烧热，暗望望我相共。啊，第二，伊免空间，伊爱等到接触摸着，才会当知影。哦，迄、那个。只食着物件，无空间才会当知影；身体摸着无离开到会当知影。这知影伊是七年哈、啊，这微识中拢讲啊真详细啊。目睭爱九元生啦，啊，耳孔爱八元才生起，啊，鼻息新嘞，七年。我本人离开台湾五六冬，返到台湾了，看到这个古文啊，有景足深，所以法官每一本拢甲翻译白话，到即马已经翻译142本，每一本翻译好，拢应归原本，全台湾逐间大学、同济科系拢寄过来。啊，若是在家己书随意做，因就寄互。到即马全世界大陆、东南亚、美国、各国。英国、澳洲、纽西兰拢销，定销回来甲我讨。伊马来西亚一个林奇书，再来甲我讨八几本。讲伫马来西亚要设一个国际网站，将我翻译的白话佛经放互全世界受得到。啊，我伫电视所讲的遮，因为出版电视讲演集九本，各位若有需要，说敲电话来本市。咱遮若有一点收入，就拢印经送物咧卖，啊，佫救济急难。佫收过啊，高二佫用伫两台电视方法办一个佛学自修班，啊，继续不断地招收一挂男众女众想要出家，培养因将来当为佛教方法立身。啊，咱遮头前殿就是镜头一间，内底有一尊300吨的观世音菩萨，迄是清朝台湾地府清公主由南海普陀山请啦，真请南海观世音。各地来参拜，拢得到一大灵感，含我家己嘛得到一大灵感。八九年前，我予人诬告陷害，从地方法院到最高法院判我四卖无罪啊！伊还阁要继续甲我上诉。我求观世音菩萨讲爱甲我斗解救。有一人梦见观世音菩萨来我头壳顶甲我吸甘露水，真正无偌久吼，最高法院就将伊上诉甲驳回。讲你到即马也提袂出人证物证。无啥物新的证件，袂使阁上诉。到这为止，那三审定谳，还我清白。这着是观世菩萨加解救的事实。但愿观世菩萨保庇大家平安。感谢各位，阿弥陀佛。严普灿新桥弘誓，供奉南海普陀山300年观世音菩萨圣像，欢迎十方信众前来表礼。
新超风师数十年来推动吸引白话经册90多本，赠送海内外。另外，办有学自修班、修养高理等，培育未来风范人才，并且办理慈善事业。因为经费有限，恳请十方大德来扶持。话拨号码：0044858584，户名：新超风师。电话07631222916318391，地址高雄县阿莲乡凤山村95号。感恩能学长老一生慈悲开示，弘扬正法，祈愿长老上品上身，早日趁愿再来，广度众生，利乐有情。家烧下温暖的心。台湾佛教僧伽终身教育学会为提供僧众与时俱进的学习资源，以支持出家僧众致力于内修外弘，发挥佛教宗教师安顿人心的力量。112年度3月1日起开设课程如下：一、佛法与心理健康班；二、助人技巧同理心班；三、当代正念应用师资培训班；四、僧侣助人及心理辅导班。报名对象现佛教僧众，每班限额30人。报名方式请直接网络报名，或电话洽询02-2747-8687，02-2747-8687。本课程采用网络上课及实体方式上课，详细课程内容敬请参阅台湾佛教僧伽终身教育学会官网 www.absle.org。 桃园佛教联社2023年举办第6届短期出家戒会，日期7月3日星期一至7月9日星期日，报名日期即日起至6月15日额满截止。报名资格：正信正见之三宝弟子，愿意发心学习僧团生活，身心健全者。洽询电话03-339-7021，03-339-7021。